好，我们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一、处理院会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等二案：一、冻结荣民荣眷生活辅导宣慰及座谈662万9000元之1/4案；二、冻结对荣民及特定医�疗体系之补助17亿4336万1000元之1/5案；二、邀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报告转投资机构之人事选派、公司治理及财务管理，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我们今天来的在座的是蔡适应委员哈，然后今天到的官员有我们退辅会的主任委员李祥宙、李竹伟，那副主任委员李文忠，副主任委员金小辉，主任秘书吕家凯，纵归处冯义成处长，旧养处赵秋莹，对，服务照顾处林夏富，就学就业处董龙泉，就医保健处罗庆辉，事业管理处杨家人，早，退给处处长王德本，行政管理处处长刘志福，不见了，在外面，人事处处长蔡英良，政风处处长贺国明，会计处处长林顺玉，统资处处长萧新富，法规会执行秘书黄进兴，台北荣总院长张德明，台中荣总院长许慧恒，高雄荣总院长刘俊鹏，还有行政院主计处的徐永义专门委员，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请退辅会主委就转投资机构之人事选派、公司治理及财务管理，以及105年度有关荣民及荣眷生活辅导宣慰及座谈、荣民及特定医疗体系之补助两个预算冻结案做综合报告。请李主委。主席、各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辅导会奉邀出席大院的贵委员会，就转投资机构的人事选派、公司治理以及财务管理提出专案报告，深感荣幸，并且对于贵委员会给予本会的预算法案以及政务的支持与指导表示感谢。本会安置基金参与转投资事业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提供辅导条例所称的退出役官兵以及眷属安置就业的能量，同时利用转投资事业职缺安置退出役官兵的就业，经由事业经营的获利持续挹注基金收入，以辅导退出役官兵就业以及职训经费。本会对于会见经理人的遴选、公司经营的管理一向重视，转投资事业整体的经营成效上升良好，还愿大院贵委员会继续给予支持与指导。接着请本会事业管理处杨处长报告。主席、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接续由事业管理处处长报告。依前言，本会参与投资事业之经营，目的系为安置退出役官兵就业，辅以投资收益循环运用，挹注辅导就业、职训经费，增进退出役官兵之职场竞争能力。本会对于投资事业采目标管理，持续提升会见高阶经理人专业学能、管理智能及公司治理观念，以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及监督，提升事业经营绩效，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二、转投资事业概况。本会转投资事业业务范围涵盖天然气供应业、工业制造业、大众运输业、百货业等，对提高民众生活品质与安置退出役官兵均有重要贡献。主要转投资事业既有25家，平均持股率达34.28%。附表一为转投资事业的各业别，附表二为转投资事业的持股率，均请各位委员参阅。
三、转投资事业之人事选派，为回应大院要求，本会提升高阶经理人专业职能之期待，严拟修订国军退出于官兵投资事业机构会派董事及监察人管理要点规定，取消特定职务之限制，纳入产官学界代表，其以公正、公平、公开举裁，以符社会期待。修正重点如下：第一、第八点，目前军职退役人员转任会见高阶经理人，无需停领优惠存款利息，为参照公教人员规定，严拟就任时应办理自愿停止支领优惠存款利息。二、第十七点，人事审议小组增聘外部委员参与，由具企业管理或与本会投资事业性质相关之专家学者担任，以其客观举裁。三、第二十二点，在资格条件方面，删除原需特定职务之限制，订定具体评分标准。四、第二十四点，每年办理绩效评核，绩效评核未达标准者解任。又为扩大选才，函请国防部推荐具有企业管理或专业性相关学位之校级人员，积极向产业界人士征才，如泛亚工程公司、新兴大众及国华兴业公司，均属于依此方式办理遴选举才的。四、转投资事业之公司治理，本会二十五家主要转投资事业属于上市柜公司者，既有新兴天然气等五家公司；公开发行公司者，既有新龙等十家公司，其余均属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公司治理的现况如下：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及办理内部稽核，请各公开发行公司遵循金管会颁布之公开发行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处理准则规定，订定内部控制制度及办理内部稽核作业，为公开发行公司参酌前项规定，订定符合公司行业特性与营业循环之内部控制及内部稽核制度。第二项请参阅。三、由会见董事督导各公开发行公司每年审慎订定稽核计划，针对稽核缺失事项要求公司进行追踪管制，以确实改善公司营运的缺失。第四，请参阅。二、保障股东权益，依照规定召集股东会。第二，对重大讯息均请公司依照规定适时揭露，保障股东知的权利。三、强化董事会职能，依公司营运规模与名股协商设置适当之董事席次。二、要求会派董事评估公司经营策略、风险管理、年度预算、业务绩效及监督主要的资本支出、处分重大资产等，同时确保公司会计系统与财务报表之适当性。三、慎选优良之会计师，经由专业人士提出具体改善或防弊咨询意见，突破公司治理的盲点。四、董监事进修，本会邀请专业训练机构办理讲习班，参照金管会颁布之上市柜公司董监事进修推行要点，增加涵盖公司治理主题的相关课程，以提升经理人及董事之公司管理智能。第二项请参阅。第五，订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依上市柜公司金管会的规定，订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及具体推动计划。二、本会各转投资公司均未达强制编制的标准，但是考量本会转投资上市柜公司系为公用事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仍鼓励公司主动订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六、设置薪资报酬委员会及独立董事，本会转投资上市柜公司均已依规定设置薪资报酬委员会。二、其主要的职权为订定并定期检讨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的绩效评估与薪资报酬之政策、制度、标准与结构。三、本会转投资之新兴天然气、新泰及新兴大众公司，已分别在104年及105年度设置独立董事；新高及新雄公司则预定于106年设置独立董事。五、转投资事业之财务管理。营运绩效部分，营运概况，近三年
平均营业收入为437.22亿，税后盈余概约26.37亿元，按本会平均持股率计算，可认列投资收益大约9亿余元，整体绩效上升稳定。附表为主要转投资事业近三年的经营概况，请各位委员参阅。二、安置状况，截至105年5月底，共计安置1089员，安置率为35.43%，校级以下的退出役官兵占总安置率的97.3%。三、社会公益方面，依各公司个别营运状况，由公司董事会提案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帮助弱势团体。二、财务管理的情形，一、高阶经理人每月需提供公司暂结的财务资料；二、每季召开本会投资事业的工作汇报，要报告公司营运及重大事项，检讨各公司的营运状况；三、会见董事，于公司董事会中监督公司之营运预算计划以及决算的达成情形，提出本会的建议，必公司能够健全财务结构，提升整体的经营绩效。四、经由董事会审议次年度的营运目标，如营业收入等，也包括安置率、政策目标及公司管理情况，均列入会见高阶经理人之综合考评，透过年度营运绩效的评核检验，取等之事实性。六、结语，本会转投资事业机构，除提供国军退出役官兵就业机会外，并对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安定和谐注意甚多。在社会经济等多元变化及社会期待下，本会对会见人员的遴选及推荐会更加的精进，以期能够有效管理公司，增进整体的经营效能，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必为本会的权益及公司的永续经营。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支持，谢谢。好，谢谢。那个蔡委员再等一下，他马上到，稍等一下，蔡委员要等一下，记者访问他。天哪，实在是还没进来，我又不能自己跑去。不要不要，快好了吗？记者在访问他，可以请他跟他讲一下吗？这样很好，你知道吗？我等下问一下。请刘世芳委员。好，谢谢。可不可以请我们退辅会的李主委好吗？退辅会李主委，请就备询台。好。委员好。好，主委长，那个非常谢谢哈。那个我们在退辅会您上任之后对于转投资这个人事选派、公司治理跟财务管理的部分呢，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了哈。但是在跟很多委员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疑虑的地方，或者是希望可以再进步一点了，看李主委的态度哈跟看法。第一个就是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管理要点需要经过行政院或者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吗？还是只要退辅会通过就可以了？包委员，我是事业管理处长，跟委员报告哈，我们有关董监管理要点是我们主委的权责，不需要抱怨。
所以主委如果愿意做的话，就可以做得到嘛。好，好，主委，那个你看你的权力有多大哈？你可以决定二三十个董事长跟总经理哈的生死哈。那所以呢，上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转任的这个投资事业管理的这些高阶职务的话呢，它的优惠存款利息要暂停支领，这个你同意吗？同意。你同意哈？好，那再来就是人事审议小组的话，要纳入一定比例的专家学者。这个比例会有多高？特别跟委员报告，所有高阶经理人，我们会派，我们修正的要点，这是我们在经营管理规范上我们所定的规范。那么这个我们持续的依据我们所有经营的实况，我们来据以实据的来修正。但是呢，修正要点我们是职权之内的规范，可是派遣人的核定必须要报行政院来核定。我知道。那我要建议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人事审议的部分呢，不是只有纳入学者专家，我建议再放宽一点。也就是未来，因为我们要配合我们国家国军的这个募兵的政策，只要退伍会这边做资格审，所谓的资格审就是譬如说一定的学历、一定的学分、一定的国防部里面提列到说你在服役的时候有担任什么样的职位等等，这些他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些高阶经理人他的会派跟检派。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向再思考一下，而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专家学者要四个人，然后国防部派两个人，退伍会四个人，我觉得这样不妥当。这一点提供给主委参考。还有就是说退伍会里面现任的这些官员啊，可不可以去参加这个会见或是会派？所有我们会见的高阶经理人，当然我们这次把修正规定里面，我们律定的是产官学各方的代表，从这个符合社会大众的观点，我们来看如何来会见。所以处长也包括在内，是不是？也可以来参加就对了，是吗？我就是要跟你讲，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如果你一定要用专家学者的话，我建议处长不能够参加这个候选。但是如果你资格审的话，那很多在座的就是你觉得蛮有能力的这些处长或是副处长呢，他就有能力来参加。这一点也请您参考一下，好吗？是的。好，再来就是我们既然这个名称呢叫做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可是我们认为呢，你的报告里面呢用的数字我觉得不当。好，你来看一下，在我的数字里面。其实你真正辅导的将官有1%，校官只有1/1000，尉官也是1/1000，士官兵更高达只有1/6。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说我们兵的照顾确实很少。好，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呢审查的是有关于高阶经理人的这个选派以及公司治理的制度。可是我们也很希望这20几家公司里面非高阶经理人的其他中低阶的经理人，或者是只有选派一般的类似公有警卫都没有关系，能够多容纳一下我们的退厨役的兵，包括他的士官等等这些，我觉得这样才有展现到我们是照顾这些官跟兵。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向来多辅导？因为我要建议的还有一点，就包括我们其实退辅会在全台湾各地有很多农场，这些农场呢也可以收受这些退役或者除役下来的这些兵为主，好，他们也可以帮忙这个我们在退伍会的农场的经营上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所以不晓得主委的看法怎么样？我非常同意委员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必须解释一下，所谓校官，因为校官的量很大，他的分母非常的大，那么校官过去我们没有放宽高阶经理人的这个层级，那么这次我们在修正要点里面放宽以后，当然这个比例是很快就会提升的。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其次，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评鉴，当然资格审我们业管处他必须要参加，但是就于整个人事这个会派人选的这个核定呢，大家都可以来做研讨，尤其我们处业管处啊。他对于这个事情他非常的专业，当然我们不排除他，最主要是公平透明，那这一点请委员放心。是。其次对于农场这一部分呢，我们目前正在规划如何去强化退厨役官兵，尤其是兵跟士如何去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希望将来这个修正要点更能够吻合大众的期待。就是我们认为说按照逻辑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的
将官兵啊，它是一个金字形的金字塔形的，所以我们能够照顾的比例呢，也能够仿效金字塔形的方式来照顾，我想会这比较好，是可以好吗？哦，这个对吧？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改革就是要一次到位。是你的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每次挤点牙膏，挤点牙膏，挤点牙膏。我觉得第一个诚意不足，第二个无法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好吗？其实委员刚才提醒的这一点哈。我们必须要把现在的募兵制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因为我们是要让所有在役的官兵他看得到他有将来，他有未来。未来那我们可以考量的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士官兵他能够说在我们退辅会能够有高几率的就业率，这样的话募兵制它就是一个稳定的事业。好，谢谢。好，谢谢。那另外我想要问一下这个李主委，就是这两天，非常夯的议题是南海的议题了，那也有很多我们的立委呢要求说海军陆战队要驻守啦，海巡署要加强它的这个能量啦，去巡护啦。可是这些呢都会让他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变成是穷兵黩武，想要挑战这个南海这种和平稳定的现状，我们不可能是当第一个去挑起战火的人。但是太平岛的主权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去挑战，是中华民国的主权。那我想有一个这个想法，看看我们主委的建议怎么样。如果说好，我们退除役官兵有类似的保全或是警卫或是类似像佣兵的制度，然后是由国家呢付他薪水到那个地方来护守我们这样子的边疆保卫，有没有可能？跟委员报告，所有的退除役士官士兵如果说能够辅导就业，最好的这个就业范围就是保全制度。我们现在正在研议如何去把保全制度是纳入我们转投资事业。当然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制度，经过我们的职前训练，而且他是曾经是保卫国家，现在他仍然能够执行这样的一个职责。如果说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向，我们愿意努力。也是一个专业的，然后变成是第二事业的发展嘛，对不对？好好，那主委，我们的加油，也麻烦你们研议好吗？好的，谢谢，好，谢谢主委，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现在请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退辅会李主委就备询台？好，李主委。委员好。好，那个我想哈，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讨论我们的这个转投资治理的部分。首先哈，先问您第一件事情，关于年金改革哈。最近我们的年金改革委员会一直在召开当中哈。那我记得在您就任退辅会主委的时候，那总统有交办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年金改革嘛哈。那我记得当时你有向我们立委提出你们对于年金改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承诺哈，其中就是有一个规划。包括办理19场的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恳谈会，397场的服务网座谈，还有访视农家等等哦。那我记得当时你们是说在8月底以前完成相关资料的收集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委哦，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嘛哈，你离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有信心可以就第一个阶段你们的访视开会可以完成吗？可以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8场的农民代表的恳谈会，明天会在南部，礼拜六会在中部，那这些都是我们持续的在规划。那我想想，主持是谁去主持的？都是主委亲自主持吗？是，我都是我主持。所以19场到时候都是主委亲自主持。都是我亲自主持。那主委真的是亲力亲为哦，非常的了不起哦。好，那我在这边也是给我们主委最高的一个肯定哦。那我想哦，最主要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接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您哦，就是说在这个年金改革会议里面哦，那有关于军公教的代表，就是军的代表提出来说，目前是国防部派员参加，他们希望说有所谓的我们的这个退辅会也应该要参加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主委，您对于这个开会讨论的作出上的建议，主委就您退辅会的立场来讲，您觉得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跟委员报告，不管在哪一个层级、哪一个观点，对于国家的制度，我们都是站在一个达成任务的立场上，我们来看。那么从年金改革委员会成立的开始，行政院对我的这个受命呢，那是年金改革决策之后，我们如何去沟通、说明、说服大家接受这个年金改革的决策。那么在过程中，我们没有被赋予参与，但是如果说你交付我这样的一个任务，当然我乐于接受，我这个面对挑战，而且去解决问题。OK， 好，所以主委您的意思就是说，刚开始交付的任务是指年金改革会议的结论，后阶段退辅会来执行。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请退辅会提早就整个决策的参与的话，退辅会主委您也会本于这个权责来参与，绝对没有问题就对了。是的，其实委员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荣民代表恳谈会对跟这个服务网。其实我们都是把大众的意见做最完整的收整，然后提供给改革委员。我为什么要特别就这件事情来请教主委？年金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年金改革的过程当中，有改革就一定有人会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可是为了整个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来看，有时候个人的一些调整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是更好的。这个情况之下，沟通就很重要。所以我很感谢主委，我刚才讲的，你对于一些重要的会议你都亲力亲为，我相信对于的年金改革的一个成功率几率就整个就会提升了。那我这边还是再次的肯定我们主委的一个参与。接下来我还是要请教你转投资的事业。我想我们转投资事业有个目的，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问题嘛。为了安置国军退出役官兵就业，辅以投资收益循环应用，挹注退出役官兵辅导就业资讯经费，增进退出役官兵之职场竞争能力，大概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目的，大概就是这样，没有错吧。这个也是从你们这边摘录出来的。好，那目前根据你们的报告书里面，大概有20几家的产业嘛。那我首先就这个部分我来延续一下刚才我们招委请教的，你们目前有在说要有新的转投资事业嘛，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我刚才听到你有讲到保全业，好，那我先问你之前我请教您的问题，一个是欧星海洋嘛，是不是？是欧星海洋，欧星环保。欧星环保，欧星环保的部分目前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了？我们请事业管理部做详细的。谢谢委员哈。欧星环保之前他因为那个公司成立之后，因为台南市那个这个我都晓得，这个我都问过了。所以说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积极的由业者跟台南市政府在做沟通，希望能够尽速能够取得。你不是告诉我说这个已经取消了，要转型了吗？不是，那是国华兴业公司。不，你一个是要解散呐。对，解散的是哪一个？不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欧星环保，我们是已经报行政院奉核定要撤资的。对，但是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公益的需要，整个南部地区一个最重要的最终掩埋场就要设置在龙旗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国家跟社会公益的考量，我们还在评估。那你不是已经核定要撤资，你现在要重来吗？对，因为我们是考虑到是因为社会公益的需求。讲清楚，我讲清楚，你就是一个重，你这个回答跟你前两个月在这边的回答完全不一样哦。委员，我跟您报告，就是原来我们是已经奉行政院核定是要撤资的，是啊，其实也在做这个动作，是啊，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最近有很多地方人士跟业者跟我们反映，因为这个掩埋场是等于国内的废弃物的最终掩埋场。那他对国内整个工商业你确定这个龙旗的掩埋场会成功吗？会核准吗？我不知道会不会核准，因为核准权力是在台南市政府。是啊，那如果这个核准，那欧星环保就会参与，意思就是这样，对吧？如果说这个核准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可能还要再评估是否撤资，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公益需求在里面。因为你这个回答跟你上一次来是讲的完全不一样。你要不要这个部分你再提一个正式的书面回复给我好不好？哦，是的。因为你的这个回答跟你上次跟我讲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好，接下来我要讲就是关于农民制药的东西。最近媒体也有在报道，农民制药我们有 40% 的股份。是。那我们会派的人是担任什么职务？目前我们准备接派一位专业的总经理进去。要接派总经理。那这之前我们有派过谁？我们之前在102年前我们也有派总经理，后来因为那个总经理自动请辞之后，我们把这个位置悬缺，但很快我们现在所以102年到现在总经理都是悬缺的。是悬缺了2年多，公司还能做公司我们是透过董事会在开董事会的时候透过董事对公司实施监督。处长，你讲完这段你不觉得这个蛮离谱的吗？处长你自己觉得咧？
这是我们40%的股份，是总经理是我们派的，没错嘛？102年总经理请辞，现在是105年，3年没派总经理。所以新政府上来之后，我们主委上来之后了，第一个考量就是为了你这样骂到前政府了，你是前政府不作为，3年来。鲍委员，事实上就是520之后，我们决定要啊，能够、啊、为了能够更的、啊、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哈、哦？这个农民制药，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你们有提供哦。历次的，尤其是去年度的董事会啊，我们好像都没参加嘛，对不对？我们有参加，有吗？是，但是如果重大意愿表决，我们会退席。我看你们的签到部都是没参加，你还说有？不是，鲍委员，如果说有重大意愿表决啊，不符合我们本会权益，我们会退席。啊，所以到底是？有去签到还没去签到？因为你的签到是没签到哎、欸。对，如果说没有签到，就是不列席。对啊，所以我刚刚查了一下你们的资料，你们的这个出席率很低啊。对，所以出席率很低，没错吧？是。对啊，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农民制药的整个管理有很大的问题。我想主委你要听。最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参与他公司的增资、啊，所以我才说啊，总经理你们派的，总经理两年不派任，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不参与增资，所以不参与，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公司治理就是出很大的问题啊！我简单问你们不要讲农民，一家公司啊，你拥有40%的股份呐、啊，总经理是你派的啊，你两年不处理，然后今天公司的名股说那我们要讨论增资的事情，你说那我也不去开会，你觉得这是公司治理的态度吗？鲍委员，以前事实上是不恰当，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决心要派总经理进去监督公司了，有改进就好了哈，这里面有一堆哈。我帮你们查出来齁，我们的转投资主要的投资事业，有些有派董事长，有些是派总经理齁。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全部的这些公司里面，荣民制药有40%，董事长总经理没派；你们的新彰天然气有34%，董事长总经理也没派；你们的大台南区天然气有28.8%，也都没派；欧兴环保没有派嘛齁，新南天然气没派；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新雄天然气23%，新高天然气新高石油21.26%。比较低的，我想没派，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到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位置嘛，是的。可是我刚才讲过了，一个40%的荣民制药，还有一个34.08%的新彰天然气。鲍委员，那个大台南我没有派副董事长。哦，副董事长。那新高我没有派副总经理。那个嘞，新彰是副总，那对的。新彰哈，新彰跟新彰跟新雄啊，以及新南，就是我们一直在立法院跟委员报告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啊。实质的派出啊高阶经理的，因此对安置率迟迟没办法提升，也是我们一直啊最啊最啊检讨。最近可以把它处理掉吗？这个我们要跟民股啊积极来协商，希望能够啊民股同意我们、啊。我们民股的代表负责协商的是哪？就是您嘛，对不对？是，所以你的责任重大嘞吼。是啊，你会不会协商到一半跑去当董事长总经理啊？目前我没这个规划。目前没这个规划，为什么要这样讲吼？你们的人员配这个配派你们有分优甲乙丙，这是旧法嘛，对不对？是。我看你们的新制度里面说要重新做个调整哈。是。我这个我要问主委哈，主委你们有初步你的构想，你觉得要怎么调整呢、啊？我特别跟还是一样优甲乙丙，那就一样啊。我们尽量去量化这件事。哦，你改成量化的就对了。是。优甲乙丙不是量化，按、啊、你的量化是改成数字就对了。对。哦，是好。你们为什么要讲？你们写得很清楚啊，维护本会权益。监督安置政策事前注意协调，这是你们的派人的要条件要符合嘛？不符合他就不能够派他们去嘛？好，那完了之后，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你们的董监事会派人员，就是各位在座的退辅会的人员啊，参与的这个出席率啊，这个主委之前都不晓得了哈。这是103年、104年，我这份资料是2014年，就103年的。新兴水泥董事啊，牟崇德牟董事出席率零，因为生病。新兴水泥董事出席率33.33%，好，然后还有一个张建群33.33%，陈本清33.33%，就三次就一次，只去了一次，两次没去。我也不用问处长，主委，我就想请教你，你认为退辅会派去的董监事哦，就是我们兼职人员董监事啊，如果出席率有的不到二分之一，你觉得真的能够达到董监事出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当然，我们从这个制度完善的角度来看呢、啊，这是我们觉得是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啊哦，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了解。但是呢，如果说现在还发生这种情形的话，
当然我们必须列入考核，然后实况来检讨。这个东西我替你们解释一个东西，我有看了你们的不能出席的原因啦，有一些刚好有开会冲突啦等等的。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比较技术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假设董事没有到的话，他有委托出席嘛，对不对？是。他的委托出席是委托另外一个董事代表他，还是会里面派另外一个人代表去参与？鲍委员，这是委托另外一个董事啊，行使董事职权。那如果我们会你们再派人参与行不行？因为你们是会派的嘛。不行，因为除非有经过登记到那个商业司去做。哦，所以要重新登记才可以就对了。OK， 好，所以就是由其他董事代表出席。是。好，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最好不要了。哦，因为我们自己派了董监事，而且就我们贵会的说明是说，我们的会务人员最了解公司，比董事长、总经理还了解。哎，注意力公规矩顾问哈。结果没想到我们的董事还没去开会，那我就觉得不晓得谁了解这个公司啦。鲍委员，我们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这个、我们会后啊会要求我们的会派董事。为什么这样讲哦？我们这位大台南地区天然气董事叫林高志哈，以前是我们的处长嘛，没错吧？是，他是哪一个处的处长？服务照顾处。服务照顾处做什么？就是照顾农民嘛，对不对？是的。好，来，这是2014年，2015年啊，他一样续任大台南区的董事，出席率零哎 ，zero 零。当然，我看了他两次都有原因啦。一次是同一家别的公司的董事会冲到，另外一个好像是立法院开议啦。那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对于会派的这些董监事，你是要重新做个思考，不然就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啦。啊，出席率零，你觉得他能够真正的达到第一个？你们说他们这样能够实质监督，我就看不出来有监督嘛。那大台南区的，我看起来，我刚才讲，你们对在这家公司好像。联系状况也不是很好嘛。营运状况目前为止也不好，持平状态。对啊，特殊。对啊，没有跟你其他比起来，感觉不突出嘛。相对不突出。对啊，不突出啊？为什么？你看，我如果说我们的董监事都不认真开会，所以不突出。鲍委员，这部分我会改进。听起来也有道理嘛，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自己人民的纳税钱给退辅会去做这样的投资，我们的董监事这样就是不及格的事情。是。结果呢？我们林高兴林董事长啊。他又去接了新兴水泥董事长，所以我为什么要回过来问说哈，我不晓得任用标准在哪里啦，也许他当处长很认真，我不是很确定，可是我看了他的董事的出席率就不高啊，那你们怎么样通过你的评选制度呢？鲍委员，那个董事的出席率，事实上我们会列入每年啊对董事的考评。对呀，啊，我刚刚讲一个出席率，不好意思，再一分钟，出席率零，然后一个50%。这个做参考了，这种事情不应该再发生。这我们会改进。我说这个哈、哦，社会观感不佳，我在这边咨询，我都觉得这样都可以的话，那你还说你们专业，我就不相信了啊。好、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最重要，最后哈、哦，这个他的薪水，这就不要讲了哈、哦。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一个18%的地方哈、哦，我也很感谢我们的这个主委哈、哦，在我们前几天开会的时候，那主委有听从我还有我们刘世芳刘委员的建议哈、哦，就是将整个这个。优存的部分，目前虽然我们的母法的部分还在修，但就我们的这个办法里面，你们率先来征订哈。那从以后新派任的董事长、董经理开始，那我在这边给予你肯定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完成了过去我们历任我们退辅会主委做不到一件事情哈，你先做了一个率先的一个优存的年金18%的一个改革，我在这边要非常的肯定你。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先来处理105年度退辅会预算冻结案哦。第一案是荣民与荣眷生活辅导宣慰及座谈62.9万冻结1/4案的预算，是否同意动之？我们委员没有人反对哈、哦。好，那就同意。第二案，预算冻结案，来，第一案是吗？62.9万冻结，好，这个没问题。OK， 第二案对荣民及特定医疗体系的补助17.4336万冻结1/5案的预算，是否同意动之？来，蔡世应委员，好，可以。谢谢主席哈，我想是这样子哈，虽然说。我们退辅会之前有跟个别委员，就是就这个议题有做一个说明但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荣总的体系有密切的关联性了哈。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从第9届立委
大家开议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三位农民总医院的院长真的都也还没有真正上我们的备询台过。对，那也我看好像第一次来吧，上次好几次都没有来。有几次有时候来一个而已啊。那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我们请主席才是一件事情齁，就是说我觉得要担任一个农总的医院的院长，要有很卓越的领导能力齁，尤其管了我们国内很重要的医疗体系齁。那能不能请，我想三位院长今天都来了齁，不晓得可能也许有准备或者平常就有在准备，能不能请他们各自发表五分钟的演讲齁，说明一下他们对他们各自农总的期许会怎么样。好，我想这个大胆的请我们主席做这个裁示，那之后我们再准予他动词，谢谢。主委可以吗？还是我想不是五分钟了，就是说请他们就这个北荣、中荣跟那个高荣啊，他们最近的心得的部分啊，我想不是演讲了哈，因为那个立委都非常了解荣民总议员，而且很多我们选民都会知道，我提供一些不同的意见嘛哈。那主委您可以是吗？那我们就先请三位院长。这样子好吗？我们就局限三分钟就好，好吗？好。没有，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委员要质询，好吗？嘿，因为你是希望他能够报告嘛，你没有针对特定的议题要问他们，嘿，好，劳烦一下。主席好，哈，委员好，非常谢谢委员，给我们机会来阐述哈荣民总医院一个经营的方向。那首先，我想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来讲，我们的宗旨就是配合国家的医疗政策。全力的提升全民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医疗上的服务。那我可以讲到我们大概最重要的哈几个东西，那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视病由亲跟追求卓越。我想这个是在我们医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医院整个的愿景，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全国全民就医的首选医院，以及国际医流的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大概全院的上下都是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让台北荣民总医院成为台湾最好的一个医疗照护的这个单位。那简单的说是这样子讲。那如果说委员要再知道细节哈，还是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再跟您阐述。OK， 是不是就先请好，谢谢，然后请中荣好吗？委员，我是台中荣民总医院院长许慧恒，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在中部地区的四家医学中心里面，我们是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所以我们有负担照顾荣民荣眷跟全体中部地区民众很重要的功能。那我们也是中部地区民众就医首选的医学中心，床位数目前1500床，不过看起来床位数非常拥挤，所以我们的急诊拥塞比例也非常高。在医院的整个策略经营，我们是利用整个医院的策略规划平衡计分卡。落实各个 KPI， 在院级跟各个部科的层级去落实。我们也重视我们的医学教育跟研究的发展，所以我们跟中部地区的十大大学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跟中部的科学园区中间有很多产业建立产官学的一些合作。那我们也自诩为将来能够成为台湾地区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以上报告。好，高荣刘院长是。主席还有委员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刘俊鹏跟主席报告还有委员，我们是在南部地区唯一的公立医学中心，所以我们负责的社会责任是非常的重大的。那我们的核心价值跟使命呢在我们三家荣总都是相仿，但是我想今天就这个机会，我想阐述一下高龄医学的观点。高龄医学事实上在我们过去委员所对我们一些指标未能达到这个他的期许度，事实上这些指标呢是我们的高龄医学的一小部分。因为在高龄医学在我们现在的就业就诊的这个人数当中已经全年达到41万，高过65岁。那在我们的整个的计划当中，除了在住院急诊还有最主要的是门诊，我们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所谓的这个周全性的评估还有整合门诊呢，事实上是我们照顾高龄的一小部分，大概占业务的5%。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我们对于所有的住院其实已经是用全院全人性的这个医疗照顾来完成，所以事实上
我们的高过65岁的照顾呢是全院来启动，来把这些符合标准的，我们就积极的参与，是用团队医疗的照顾来完成。但是对于门诊，有一些是高就诊次，有一些是它是多重疾病的，那我们的照顾呢，事实上是用周全性评估以及这个整合性门诊，所以这些的病患呢，事实上我们在资讯都已经把它挑选出来。因此全年有10000多人是符合这样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我们达成的执行率是100%的。那因此委员会认为我们只有10000多人的这样子的照顾率，事实上我们完成率是100%，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数少我们就做得少。那除此之外，我们真正在做的是为国家培养长照的人员的训练，然后推动这个社区的照顾，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工作是一个全面性的照顾。还有在急诊有设置绿色通道，这是以上我对于高龄医学的一些的阐述，谢谢。好，谢谢三位院长。那来李主委要补充一下。特别谢谢赵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表达我们三家荣总，实际上。我们从6月上旬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在荣民总医院就诊的人数是728000人。那么这728000人里，荣民所占的这个比率呢是19.6%，换句话说，有将近80%都是一般的民众。那么台北荣总啊是占了25.6%，台中荣总是10.7%。高雄荣总是15.6%，那么另外12家分院是23.1%，这总共数据加起来，我们荣民所占的数量只有19.6%。那么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普及大众希望荣民总医院的完整医疗体系能够在我们整个卫福部门上，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去强化。荣民总医院它的服务医疗品质跟服务态度，我们去让全民都能够接受，将来的这个医疗体系是一个整齐一致的，而且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委员的指导，谢谢。谢谢，来，罗委员。主委、三位院长哈，那个蔡总统在当选之后，第一个造访的医学单位就是荣总，是的，参加高龄医学中心的这个10周年。特别做了提示，也就是说，除了高龄就诊这些相关议题之外，希望成立所谓长照的一个推动小组。而他对荣总是有很高期待的，这期待就是说，除了这个所谓就诊啊、量啊、值的提升之外，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所谓长照的人才，尤其是不只是荣总系统，包括外面的长照人才。这一块我想听一下，就到底我们北荣、中荣跟南荣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设定或做法，来推动更多的长照人才，最后经过我们的培养训练，能够回到社会、到地方政府等等，去协助长照的推动。是的。等一下，那个王定宇委员要问吗？是吧，我们一起回答好吗？好。各位院长哈，那个我们主委，我们北荣、中荣、高荣哈。当然这三个医院有它的历史，那有历史当然也有包袱。我对这个17亿1/5的解冻案我本人没有意见，但是我提醒主委，就是说这个医学的品质跟服务的内容一直在变。那我们这三间农民总医院，它本身有一些不管是人事过去的包袱，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一个专案来讨论各个医院。我们今天只是针对这个解冻案，所以我对这个解冻案没有意见，但是对各个医院的经营方式内容，我都会建议我们委员会排一个时间专门来讨论。第二个，有关你们刚才特别高雄荣总里面提到的长照的部分或者高龄医学的部分，在龙旗那280公顷的欧心的土地，我知道我们副主委有去看过，那也提过说要把它当作长照或者银发族或者安置的方向，这个方向我赞成，因为那个是在牛埔龙潭一个很优美的地方。但是原来我们退辅会
对于欧兴不管退股收回土地，才能进到下一步走向长照这一块，而这一块可能要跟三间农民医院看哪一间来做合作，往这个方向走是正确的。但如果要走原来的旧的方向的话，那可能就不理想了。我这边在提醒诸位这一点哈。那希望将来在专案报告的部分，我们听到各个医院本身的经营治理，还有有关旧280公顷在龙旗的这块土地，你们要怎么推动做银发村、做长照、做高龄医学，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主委把这一块整合起来。好，谢谢委员。请主委还有院长综合回复好吗？两位对于预算解冻案的部分，就是成立长照的专案。赵伟，各位委员，我是邱医师处长罗庆威医师哈。那关于刚委员的垂询啊，我们辅导会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大家很熟知的所谓的三级整合，像三家农总，然后十二家分院，还有16家的农民农艺国民之家的保健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哦。那互相支援，像那一条龙的方式。第二个上一次蔡总统在北龙也指导我们说要成立国家的示范中心，那这个事情我们正在找地点，我想过一阵子应该会有个结论。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国家中心来做教育功能，那当然是国家中心教育，就是整个台湾的人民跟医护人员。简单报告，谢谢。一句话就好，这会单独可以处理的吗？还是你们要跨部会的？是，的确需要跨部会，一定要跨部会。是。好，那我们对于这个预算的解冻案还没有其他意见。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同意解冻，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们继续质询哈。那下一位请蔡益瑜蔡委员。请李主委。主委。委员好，李主委好。主委，我今天看到了我们退辅会针对这个投资事业派董事及监事管理要点的一个修正草案的一个第八条的一个规定，我给主委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肯定。因为我记得几个月前我们为了说退辅会的转投资事业在于说他已经任职，已经任职后是否还可以领所谓 18% 的一个优惠存款利率。在当时，在过去旧政府的时代，不管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愿意再做这一项的一个改革。那我今天看到说，我们这第四项已经认为说，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规定说，如果他在就职期间就必须要自愿办理停资退休俸及优惠存款利率，那等他离职后再恢复资领。就是避免说他同时领了一份薪水后再去领第二份，好，第二份的这18%，我认为这样一个改革是有很大的一个宣示好的一个效果，好，那我来这边给主委一个高度的肯定。好，那因为我想要说未来我们的年金改革，主委你有没有看了这三场在总统府所举办的这个年金改革会议？报告员都看了，当然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声音，对，那么各界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看，那实际上我们必须把相关的意见我们做完整的收整，而后我们提供给年金改革委员会做更深的参考跟研讨。对，因为在讨论年金改革的时候，我认为说包括我们执政党，我们现在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我相信连我自己我们都必须要自我检讨，因为尤其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年金改革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去顾及到过去包括我们很多军人退伍军人他们在于牺牲奉献的时候，那以及说他们退休后到底必须要去支领多少的一个退休金，这件事情上我们讲的太过于强烈，以至于说让大家的感受没有那么好。但是我想年金改革已经是一条一定要走的路了，因为台湾的年金的一个制度拖垮了 整个国家的一个财政，这个我想是全民都认知的一件问题。
那如果要进行年金改革的话，究竟要怎么改，以及改革的幅度多少，那以及我们所谓这样改革的日出条款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想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全民高度的一个共识。那所以我看在这样的一个改革这个年金会议中，部分的族群他们讲的比较激烈，因为涉及到自身的权力比较大，那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是需要主委协助去沟通，那去跟大家去说明说，基本上我们并不是要砍了他们生活上的一基本的一个福利，只是说如果已经超出了部分，我们也希望这部分必须要有所的一个减少，所以这部分是不是麻烦主委说未来必须要继续来一个推动？那接下来想要请问哈，就是就我们这一次我刚讲的这一个管理要点，管理要点中这一次的修正的第22条，22条就是说董事长跟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应该具备下列资格，那出任年龄不得超过62岁。这个62岁是为什么？我们62岁的考量是因为我们现在啊，目前为止对于那个高阶经理的任期啊，我们不希望过长，所以我们定的是三年。那也就是说要符合啊劳基法的最高年那个条件，就是要65岁以前。因此啊，我们定的是以62为基准，考量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只要他超过了62岁，基本上我们不推荐了，是就不推荐了，是。所以你们希望他就是说，为了让他们做满一年。做满任期，能够完整的了解公司的运作。那就经理的部分，那出任任期是不得超过60岁。那这60岁是因为希望他做2年。不是，因为那个经理级的他是符合劳基法的规范，就可以干到65岁，可以做满65岁。所以说，我们希望啊，以不超过60岁，最少有5年时间可以让他在公司任职。最少考量的都是因为位阶的不同，然后要符合劳基法的规范。那其中又你们又有规定说，如果是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话，工作经验必须要15年以上。那经理的话是工作经验要10年以上。那这个工作经验是指在军中的工作经验，还是含在军中的工作经验？那为什么定10年？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还是要以农民跟为主来辅导，所以农民啊，在除了49年的资源以外，其他农民要取得资格身份，必须要在军中任满10年。所以我们着眼是在这个地方，至少要10年，就是必须要在军中才会有农民证，才是啊属于我们辅导的农民。那如果好10年，那他加上5年的社会工作经验，这5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我们也会接纳，我们也会接纳，只要他有农民的一个资格，是是的，然后所以他做至少一定会做满10年就对，是的，是的。那想要请问哈，所以依目前我们让退辅会所有投资的这些转投资事业中，那董事长跟总经理有没有是非校级以上的？有没有？我们修正要点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跟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来规划的。那么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未来有2家到3家是属于民选人才，而且很快。民选人才是，就是民间这个专业人才。没有，我现在民间专业人才是另外的规划。是，我指的是说，如果是在军中，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当士官长。他当士官长，那他的才能也不错，哦，那有没有这样的士官级的？那后来可以进入到这样的转投资事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这样的一个位置？鲍委员，那个委员的提议啊，其实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就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排除了职务跟阶级的限制，我们要求啊，国防部推荐人员要以专业为取向。所以啊，我们不再有任何资格的阶级的限制，我们甚至鼓励国防部啊，推荐的人员啊，要以校级以下的人员为主，具有啊企业管理专才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啊，将所有的工作机会啊，跟转任的这机会啊，普及到所有的各阶层的。我们国军的退出去官兵，哎，这样修正方向很好啦，哦啊，不过我觉得
你们也不用矫枉过正，跟说一定要校级以下。基本上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官的一个阶级，只要他有这样适合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常才，我认为说退伍会都可以推荐啊。是、哦、我们不用说哦，为了要展现说哦，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全部都要士官，这样也是矫枉过正。鲍委员，我们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对，那第二就是安置率的问题，因为我看目前我们的安置率是35%，那就我们现在所有的公司中，安置率35%以下的，我不然不用35%，在20%以下就1/5，20%以下的有哪些？报告委员，目前为止啊，我们安置率20%以下只有一家新南天然气公司。新南天然气是它的安置率是12.5%，12%。那它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偏低的原因啊，最重要原因是我们一直啊跟委员们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家公司没有派高阶经理人进去啊，担任公司的副总以上职务，所以说在公司的决策跟用人的这个部分呢、啊，用人的取材标准的方面，我们没办法去介入，因此啊，那个持续偏低。但是我们都透过每次的董事会啊，由我们会见的董事啊，要求公司啊一定要提升了我们的安置率。因为 我们都通过董事会不断的要求。对，因为毕竟我们是最大的股东嘛，以新南来说，我们还是最大的股东。新南我们不是最大股东，新南不是，对，所以我们在公司的决策权会比较小。是的，好，那我希望说，因为毕竟我们既然转投资事业，就是希望可以广泛的照顾嘛，所以这安置率才是我们翠普会真正有这些转投资的真正的目的。是的，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分翠普会还是要继续加强。是的，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郑运鹏郑委员。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麻烦李主委？好，请主委。委员好，哎，主委好，辛苦了哦。主委，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在院会有一个叫做《陆海空军军事官服役条例》，那里面处理的是共谍条款，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担任共谍的，因为没办法用内乱，没办法用外患，那所以他们还可以一手领中国的情资费，一手领我们的月退，那因此我们在国防委员会里面通过了修法，哦，这我叫肥老鼠条款。起尿气嘎爆的啦，要遏制这种状况的修法。那在院会里面被国民党党团拉下来协商，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陆海空军军事官服役条例，有关于被共谍被判刑的，违反国安法，我们了解这个法律，因为他不是内乱，也不是外患，是，所以没办法定义他是共谍，是，但是他们一手领中国的情资费，一手领中华民国的月退。这样的不合理的状况，我们修法，但是被国民党拉下来协商。您知道这个事情吗？我知道。在这个修法的时候，本席也有提案哦。那贵委员会也给我机会来陈述。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国防部的正副部长，他520之后还留任。那个时候还是520交接之前，整个国防部都同意这样的修法，让这些共谍不能够再领月退。可是我没有想到国民党在星期二的时候拉下来协商，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国民党到底怎么搞的，你搞得清楚吗？我不了解这一段。就连国防部，国民党时代520之前的国防部都可以同意，立法院都委员会没有意见的送过去，我不懂国民党为什么协商。但最近我拿到一些资料，慢慢了解说，原来国民党长期以来了，跟我们的国军现役的国防系统，跟我们退役的退伍系统长期以来那个关系非常密切，这也就是退伍会贵会的转型争议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上面我慢慢理清楚哦，原来是安内，怪不得大家会觉得说哦，过去的国防部跟退伍会好像都跟国民党的系统有关。我今天提了一些资料来请教主委，也希望哦，我们今天不只是谈我们转投资事业里面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不要再他们说的养肥猫了哦。不要再让退役的可以领双薪，跟国民党的切割也麻烦您要注意，好不好？这是渗透到每个角落。好，
我来跟主委请教，我们才第一章。现在我们荣民的有荣民资格有39万，大概5000人。那我们在各县市设有荣民服务处，共19处。这个主委您知道吧？好，了解。好，那我们有招募了志愿服务人员，那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我们要设置一名组长要专职，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现职的公务人员。这个主委您知道吗？是。好，要专职来服务荣民，因为39万5000人其实蛮多的哦。那现在编制跟他们行领的费用，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下一章哦。所以我们编制了405人，那在2015年的时候哦，1月到6月、7月到12月，他请领的金额大概是这样了哈、哦。我们分县市这405人，他请领的费用，那个主委你可能看不太到，或荧幕上看得到。1月到6月的时候是19273元，那7月到12月是20008元。这个差别就在基本工资的调涨，这个对不对？是，他们是志愿工作的组长，志愿服务的人员的组长，但是他都领到我们基本工资，这个没有错吧？没有错。每年我们大概花了1亿元左右的预算去处理这四百零五人，那没有错嘛？是。照着我们的相关规定了哈，为什么要用基本工资？这些主委您知道吗？他其实就在回避我刚讲的。他不能请领18%。好，我们下一张。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因为他领的是基本工资，刚好排除掉我们第23条，在任政府及相关机构每月领请领薪资超过法定基本工资的，他就不能领月退。所以你们都让他领基本工资以下，刚刚好，19000多变成20008元，这个对不对？是。那因为是领这样，你也知道他几乎是专职，所以你们就不准在他们兼职，这个对不对？是。好，那你们看一下哦，在我们规定里面，下一章，这些社区志愿服务组长的遴选限制哦，不得遴选兼职者。什么叫兼职？政党工作、民意代表、村里长或其他有固定职业者。所以这些政党工作、民意代表都是叫固定职业了。但他如果是党职，他如果是义务职，可能你们就没有限制哦。所以你们限制的这个是专职，就是说他不能领其他的薪水，对不对？而尤其是政党工作，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主委，这个您了解吗？我今天拿一个例子跟您报告一下哈，在这些组长要做什么工作？主委您看一下哦，来，社区志愿服务组长的服务项目哦，办理荣民的就养、就业、就学啊，这些我觉得都应该了哈。然后还有一些访问啊、服务工作，那最后协助巡视亡故荣民的遗屋状况啊，这个您知道吗？哦，这8个工作都看起来都应该，那就不能有政党工作。但这些工作少了最重要的一项，而且是事实在发生的一项。好、哦，下一张，哎，主委您知道最后少一项是什么？这你晓不晓得？少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国民党辅选，这一项是你们禁止的。但是我们这些组长，这些领基本工资以下这些组长，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哦，这我不是开玩笑。来，我们请主委看这张照片，在电脑上看一下。荣民这边有一个招牌了，在我的选区里面，同心一路，上面这个叫做黄元爱党部。主委，你应该不需要我介绍黄元爱党部是什么吧？主委，你知道吗？什么是黄元爱党部？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报主委，报委员，我是服务照顾处的处长。没关系，你就说明就好了。黄元爱是桃园的，黄复兴党部的一个支部。桃园的是什么黄复兴党部？是。什么党的黄复兴党部？国民党。桃园的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这样讲有没有错？是。好，所以第一个招牌黄元爱党部，这个党徽很清楚了。第二个是我们桃园荣福处，这是不是贵会的？是哈。那第三个招牌就是桃园是龟山区退伍军人协会，啊，协会就不管了。所以主委，中国国民党的黄复兴党部跟贵会的荣福处。同一个地址，你觉得是巧合吗？主委，请你回答。有关这部分，我们会去检讨它。这只是个案喽。是。绝对不是巧合，刚刚好招牌放这边。所以我说帮国民党辅选哦，各地都有眷村都看得到了。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国民党要把那个肥老鼠条款拉掉，用嘎嘎做鬼瓜？这个不应该发生，因为他们领的是国家的薪资，领的是国家薪资，不管他用什么形式。那我再跟您报告一下，除了这样子以外，他旁边也刚刚好是一个地政室的法律事务所，刚刚好。
那您再去查查看为什么刚刚好。他服务的项目哦，有时候非讼事件啊、贷款啊、工商登记啊、房地买卖，主委你再了解看看为什么哈、哦？因为我没有去查他的资料，所以这你们查为什么会在一起？好、哦，然后我再跟您看一下黄元爱党部是什么，这很清楚嘛？中国国民党黄元爱党部的年会，这边没有错吧？同一个地址哦，你们都不知道，任用了这个组长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主委您对这个作何感想？当然我们对这个事我们要做一个很深入的这个调查跟检讨，要调查检讨可不可以发生、哦、当然可不可以容许这个状况在这405个服务组长里面继续发生、哦、我们认为在这个制度上是这个非常，那如果违规你们要不要处分？我们当然不管你们内部的管理，既然规定不能够有这些党职，你们内部第一个退辅会内部你们是怎么管理，第二个是这些人也不只是在这边了、哦、这些人你们应该要怎么处理？主委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从制度上我们要去做完整的检讨。那多久之内检讨完毕处理完毕？当然我们在最短时间之内。好，主委我跟您报告一下了，过去我在当兵的时候有教育我们国军有三合一的敌人，三合一敌人的主委你知道吗？我在当兵的时候你应该还是现役嘛，可不可以主委跟我补充一下三合一敌人是什么？这个这是你们教育我们的哦，中共还有中共同路人，还有这两个啊，台独哦，中共台独岛内异议分子啊，这是过去的三合一敌人，现在没有这种教育了吧？是，哦，那现代国军的三合一敌人，主委你认为是什么？包含我们的退辅会的荣眷荣民，现代国军的三合一敌人，主委我跟您报告一下了，下一章哦。纪律松散，飞弹误射、哦、军宅诈骗，让我们所服务的农民朋友血本无归，一辈子的房产都被骗光光、哦、这王如玄部长的例子、哦、历历在目。第三个就是国民党渗透，现代国军、啊、含荣眷我们三合一敌人，就是纪律松散、军宅诈骗、国民党渗透。所以很多退将认为说现在国军跟我们的农民朋友没有社会地位，我们自己要检讨，不但是国防部要检讨，退辅会也要检讨。一个三合一的招牌到处在挂，大辣辣的黄复兴党部跟我们的荣民服务处挂在一起，这像话吗？领了多久的国家薪资，一直在各地发生，这个退辅会你难辞其咎嘛？主委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刚刚好这个月才挂上去，只有这一件？我不相信。所以主委彻底检讨，快要休会了，是不是一个月内彻底的把这405个包含其他的，不要让我们一直追下去，被挤牙膏对大家都不好。退辅会里面的转型正义，退辅会里面的中立化国家化一定要做到，主委这拜托您好不好？我们会检讨。好，会检讨还是要处，是还要处分，是不要跟交通部一样，过去交通帮有奖无惩，螺丝松掉，到最后国门蒙羞，不要重蹈交通帮的覆辙，好不好？好，谢谢。主委，我对你有信心，拜托你。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孔文吉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可不可以请我们李主委？李主委，请。委员好，主委你好，那个上一次我专门咨询哈，主委还记得吗？我特别是针对你们的副主委哈，刚才那个李文忠李副主委在吗哈？啊，那次他没有来，但是我觉得他认识非常积极了，啊，我前两次咨询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提到了，亲近农场啊，退辅会那个荣民宴呐、啊，普里荣民宴、台中荣民宴，啊，还有武林农场。福寿山农场，哎，这个咨询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李副主委就打电话给我了，啊、哦，我没看过退辅会副主委这么积极哈、哦，勇于这个负责这样子哈、哦，能够把上一次本席在这里咨询的全部都哦在那个青云农场开会啊、哦，或者是到台中普里荣民宴啊、哦，在那边开会这样，我觉得非常积极啊、哦，这是第一个是我特别要肯定了哈、
李文忠副主委，但不是说对另外一位副主委不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啊，主委那个这个是这样了哈。刚才我是听到我们刚才郑运鹏委员他提到这个国民党渗透这个部分哈。刚才主委的答复是说要制度性的检讨啊，制度性的检讨。我觉得你这个答复是对的，因为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啊。每个状况不太一样，那我是不晓得桃园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举一个个案，啊，在去年的时候我有找过退伍会哈，有来协调，是这样哈，我在宜兰县南澳乡，啊，我有一个助理，啊，他叫松王淑珍，他的先生哈，这个松了哈，松树的松，松建兴先生。他是在宜兰荣福处当辅导员，啊，当辅导员当了很久，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积极。刚好南澳乡那个时候呢发生风灾，啊，有水灾，他就到处去勘灾，啊，勘灾，然后呢也去慰问这个我们的农民呐，也去慰问农民。那后来呢，有一次呢，可能就是不小心了哈，啊，这个穿了我的战袍，啊，上面写。就是可能是我那个助理他的太太，把他这个可能是那时候他穿着雨鞋嘛，啊，这个去会刊，穿了我的战袍呢，哎，回来之后啊，就被你们宜兰县荣福处的处长，好像是那个曹处长是吧？毛啊毛毛处长就把他开除掉了，到现在没有工作。这个跟那个郑委员讲的可能不太一样哦，郑委员是刚才还有举牌子啊。哦，还有几牌子什么啦，助选啦，或者是什么要投给谁？我那个助理是这样，他非常的认真，他是去勘灾哦，去看农民哦，啊，只是说哎，可能是当时没有穿什么，就穿了我的战袍，隔天回来之后没有工作了，到现在呢，现在开始做农，啊，那我曾经把这个事情呢有反映给我们宜兰县的哈荣福处，啊，一位松建兴呐。啊，松建兴本来是表现非常好，哎，就穿了我的战袍，就没工作就丢掉了。所以诸位，我是说，你看这个情况，啊，是不是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为什么助选？他不是为我助选哦，他只是穿我的战袍，但是他还是去看农民，还是去勘灾啊，因为南澳乡灾害非常多，去年的时候啊，那我是把这个状况跟你讲。啊，刚才跟那个郑委员讲的可能是不太一样，啊，他也没有帮我浮选拉票，只是穿我的战袍而已。那这个罪有质疑说要把他开除掉吗？啊，那他也是他在平常的服务，啊，是可以说是获得大家的肯定。后来换了那个毛处长之后啊，哇，这个就铲除异己啊什么的这样的，啊，诸位你有什么看法？鲍委员您。刚才提的这个案子跟前面郑委员提的案子，我认为虽然都是个案，但是我们必须全班的我们去探讨。我那个是只有一个人哦，是哦，我那个是只有一个人，哦，他也没有帮我什么举牌子了，像刚才我看的那个什么，啊，他为了这个事情会丢掉工作吗？啊，那后来我们找了退伍会的，退伍会的那只好就硬是给他开除，啊。没有让他申诉机会，啊，他本来还想说继续留下来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也是个案啦，啊，也是个案，所以说有些状况不一样，所以诸位你刚才答复郑委员讲说我们制度性的检讨，啊，那也是要看个案的状况，是，好不好？个案的状况，我特别跟委员报告。类似这样的案子，我们当然从制度上我们必须要做检讨，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向委员报告，退伍会绝对是行政中立，依法行政，而且宜兰我去了两次，一次是主持农民代表这个恳谈会，一次是亲访驻外的农民。那么毛处长啊，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认识非常积极而且谨守本位，那如果说这个案子他有失职的地方，当然我们必须检讨，再来检讨一下吧，而且我是本席是建议了。那后来呢，这个松先生离开了之后啊，你们后来用了一个辅导员，是用了一个非原住民啊。我来讲一下。啊，用了一个非原住民，这个辅导员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原住民是军人退役下来的，很多啊，在以前在部队服役的，
那到时候就到了荣福处当了什么辅导员啊。这个但是呢，南澳乡啊，这个后来他离开之后呢，现在就用了一个非原住民。所以我觉得说像这种工作哈，你今天报告里面讲说什么就业机会，你要把这个就业机会给我们原住民嘛，辅导员嘛，那些表现优良的啊，军中退役的，应该让他们有优先的机会，因为这个工作在三地乡来讲很难得了啊。那我们大家都希望说，哎，能够当你哪个乡都有嘛，那个这个是不是可以保留给我们啊？这个比较这个合适的啊，这个原住民来做了啊。那后来用了一个非原住民，大家机会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这边建议主委哈，能够制度性的检讨，也把这个哈也纳入制度性就地用材，就是就地取材嘛。是。然后你山地乡的话，你尽量用原住民嘛，啊，尽量用原住民，你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因为他服务的对象也他们都原住民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案子哈，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去查明一下啊？然后呢，然后那个针对我们未来啊山地乡的这个辅导员的部分呐，啊。是不是能够多，用我们当地的哈、哦，当地的那个族群的原住民呢、啊？好的，我们朝这个方向，好吧？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是特别提这个意见了哈、哦。那其他的我就是特别还是要肯定，我们那个荣民医院哈、哦，特别是台中荣民医院哈、哦，这个是确实我们立委所提的一些问题哈、哦，真的。这个有时候这个也是要请我们这个荣民医院这边能够帮忙一下哈。还有我上一次有特别提到普里荣民医院，那当然那个李副主委都已经有去处理过了啊。这个这真的是要感谢了。好的，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徐永明委员。谢谢主席哈，有请主委哈。委员好，主委好哈，很高兴上台没多久就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案来哈，所以我相信立法院对于行政部门的监督不只是压力啊，我想也是对你改革的一个助力哈。想想看。民间如果是一个年营业收入400多亿的公司哦，就算是总裁啊，哦也很难立刻推出一个版本哈、哦，要大家来讲说就这样做哈、哦，里面还是有很多复杂过程哈、哦，所以主委我要先给你这个称赞一下，尤其比较具体的，我想就是你们后面这个附件一里面关于这个修正草案这个对照表里面讲的关于优惠存款利息者哈、哦，应于就任时办理自愿停止，好、哦、停资。退休俸及优惠存款利息，好，我想这个改革是蛮重要的，这对退辅会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可是主委，我还是要跟你讨论其他的 我知道你们很用心，副主委也来找我讨论过这个改革方案，我相信都是勇于认识、啊、可是第16页这里就关于我们就一个一个条文来谈，我相信这个只要你们通过，你们就可以去做。可是有几个部分，你这边讲要设立这个。投资事业人事审议小组，至委员11人，好，其中副主委是召集人嘛，好，那其他10名委员，6人由本会指派，4人具有这个企业管理或与本会投资事业性质相关之专家学者，11个人里面4个专家学者，这个主委让人家觉得比例太少，这个会不会有变成橡皮图章之嫌？为什么？因为我后来又把你附件二这个评分标准、哦、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专家学者根本不用请来，因为你的评分标准非常固定、啊哦、这个考绩啦，当过什么职务啦，拿过什么优等甲等啦、哦、然后公司经营职务给几分啦、啊、唯一专家学者有发挥空间大概是什么特殊优良攻击或绩效者10分、哦、所以我意思说，如果11个人里面只有4个专家学者，退辅会还是多数、啊。第二个，这4个专家学者里面，能根据你的评分表而言，这个大概就是行礼如仪啊，按照那个表格在填。好，到底他能发挥多少，帮助退辅会
寻找优秀人才来进行经营这一块哈，我觉得不遗余力啊。好，这个等一下这个评分表我还会再跟主委这边讨论，我觉得这个人数比例要考量。我当然知道找他们进来是已经是一项改革，可是你不能让他们沦为一个形式主义啊。尤其这个十七条最下面，我觉得很有趣啊。董事长、总经理为同为会见者啊。其总经理是考核由董事长做出评，他重点有几个哈，这个对董事会决议之执行啊，公司内管理啊，还有第三点，与董事长相处是否和谐、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定在这办法里面是要彰显什么？这是董事长制吗？总经理如果是也是同一会推荐的，他跟董事长关系好不好，会决定这个总经理啊。到底干得下去干不下去啊？主委，这个有问题啊！我如果是这个总经理，在这样的制度下面，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搞不好不是去把这公司治理好啊，而是讨好我这个董事长啊？为什么？因为评分的标准里面，一个是与董事长相处是否和谐啊，这个报告主委是有问题的。那第二十二条，我觉得这个好像有倒退之嫌啊。原本的条文里面，董事长、副董事长之遴选标准是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好，一个资格是任本会主任秘书以上之职务。好，所以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退辅会转投资这几家公司很多都是会里面的这些干部里面来派任的。好，因为原本就要求是具任本会主任秘书以上职务。第二，任本会主管所属机构首长两年或合计满两年，哦，这个也是在本会或是相关投资事业已经有经验的。好，第三个，任本会兼任十一职等以上，我觉得这个改掉是很好，不要让人家觉得说退辅会就是来退辅会以后就是要去当董事长跟总经理了。可是报告主委哈，你第四点是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并经国防部推荐者，也就是你四个标准里面。其中一个标准符合就可以，对不对？这个我们叫做具备下列资格之一，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本会的成员，只要是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并经国防部推荐者可以。所以他不一定是军职，不一定是这个农民资格。可是你修改后二十二条这边，你的所有条件具备下列资格条件。除了年龄限制不得超过六分之二，你三个条件是一定都要有，而且第三个条件是经国防部或本会推荐，具领导管理学能且符合农民资格者。诸位，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在你旧条文里面，你是开了一扇窗，给这些非具农民资格，只要是国防部推荐，而且他有这些专长的。可是你的新的条文里面是且，也就是说。只要你没有农民资格，就别想。主委，这道门是关起来喽。我跟委员特别完整的报告。第一个，我们为什么成立产官学评鉴小组？我们是不同层级广纳意见。当然，员额比例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去检讨。毕竟我已经这个开放了，毕竟我已经在修正了。当然，我朝这个方向。这个改革哈，我们说称赞，是真的要做到让人家觉得是真改革，好，而不是说啊，因为立法院的压力，我们来做形式主义。所以比例的问题，还有你后面这个评分表，你只要看这评分表哈，因为主委我时间有限，我要先把它讲完。这评分表哈非常清楚，领导管理哈最高七十分，一三四个项目。其他三个项目哦，都是根据你的经历来打分数。好，这个分数是固定的，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专长的或专家学者需要来打这分数。唯一他们可以发挥的是在特殊优良攻击或绩效者。啊，你的专业职能呢？这个又是我比较担心的哈。你说据财报分析、公司治理、内部管控、内部稽核哈，进修时数达三十小时以上得两分，五十小时以上得三分，一百小时以上得五分。我现在比较担心哦，你知道我们现在部队里面已经开放跟大学在营区内，这个有合作可以开专班。以后我们在将军晚上会不会都急着去上课啊？因为累积这个分数很清楚啊，我上100个小时有5分，那我去考个证照最高得5分，
曾任政府相关业务主管，这个在退服也是有帮助。两年以上者得十分。如果我去拿个学位，在专班里面拿个学位，硕士学位者得七分，企业管理相关博士学位者得十分。所以我知道你是希望让这些退役的将领去这些公司，他们是有专长的。可是你会不会形成一个状况，就是以后大家都急着要上专班的课啊？啊，你懂我意思？你这规定出来啊，所有将领桌上都一份啊。以后我未来是不是有事业第二春，是不是能当总经理、董事长？我要去上课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定了这个规则以后，你就定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会引导所有的将领他的行为。我跟你讲，他会做哪些事？第一个，赶快去上课，最好是拿个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第二个，你把非农民资格的门关起来了，因为我实在是有很多问题，我只问最后一个。你这边有讲，有些你要找专业的，你讲了三家公司你要找专业的，一个是泛亚了，因为最近出了事情。另外一个是积极向产业界人士征才，如泛亚、新兴大众跟国华兴业，均属以此方式办理遴选。那你这三个是不是排除掉一定要有农民资格？鲍委员，这三个的，我们是希望能够专业选才，所以我们没有特定的限制是否农民，我们也要以专业来考量。你的办法里面都要农民资格啊。我们二十二条最后面，其实我们有另外有注记的，就是我们啊，针对如果说国防部推荐或我们本会没有适当的人才，我们会向啊社会啊专业取材。爸，这个两位长官啊，你这边都且了，所以你要回去条文要看一下，你且的意思是说一定要有。第二个，那为什么是这三家？其他家都不需要有专业，不能说因为泛亚出事了，我现在跟大家讲说泛亚我要找专业人士，要找产业界人士。新兴大众因为之前关于这个管理权的问题产生争议，我也说要有。国华兴业是不是有人在盯？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标准，说我为什么这家公司跟这些家公司的标准不同？鲍委员，我们会根据公司业别跟产业特性啊，来寻求最佳的经营。副主委在这边好，我时间有限了哈，可是我就是说改革很好。可是千万不要沦为过去大家对军中的形象说啊，这我们蔡总统讲的除除草啊，这绝对不是重点。好，重点是你改革有没有到核心。我是敬佩你改革的决心，我也愿意支持，我想立法院也会支持。可是你一定要做到重点，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开了，可是你的这个遴选办法，你四个学者只是来这边背书，然后你这些评分标准又比较像橡皮图章。那把其他非具农民资格的门又关起来，我觉得这些都会有很大问题。好，我们再考量一下，好吗？好，这我们会再去审慎的研究。好，谢谢，非常谢谢委员这样的一个指导。当然，我们全面改革的心，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主委真的好好做了，你要去证明退服会存在是有它的价值，而且真的做到它，而且社会形象像要好好改善。我相信今天媒体都会称赞你，把18%这个拿走。可是很多其他东西你不能真的把它限又限缩了。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以麻烦请李诸位。好，诸位请。委员好。诸位早哈。先肯定一下退辅会辅导会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努力，虽然看起来是小小的一步，但是我认为大概是过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退辅会在主动或被动也好啊，愿意跨出这一步。实际上刚刚媒体已经在关心这个18%的问题，他们也都抱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肯定的立场。虽然今天看起来媒体对我们没有那么重视，但是我相信这一步走出去之后诸位你自己在这个辅导会的这个历史定位上应该是正面的。但是呢，在各委员会的这种要求之下，贵委要求之下，这一步跨出去之后到底够不够当然我刚才提到这是一小步，够不够我们可以再努力看看。好，有几个东西先跟你分享一下哈。事实上政府不只是退辅会辅导会有所谓的事业单位，每个单位都有，每个部会都基本上都有，但是每个单位这个遴选的标准，他对他的资格的要求都不完全一样。那我让你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在
撰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去参考别的部会的相关的一个标准跟作业的办法哈。让你看一下财政部的遴选办法里面怎么样，他们的单位都比我们大了，金融单位等等都比我们大，可是他们的办法大家看一下，你看财政部的承认公民事业机构一年以上主管职务五年以上，承接有两者，承认政府机关内担任或任职相关事业十职等以上等等五年经验者，或者现任或承认任职事业单位业务有关正副首长或性质相近的公民机构这个正副主持人等等，这条件之一，而不是要同时具备，这是财政部的部分啊。我们大家再比较一下，我们辅导会到底是更严还是更宽？交通部，你看从陶机啦这个华航啊等等，高铁啊等等，你看他们遴选办法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对企业经营有管理丰富经验、学术经验等等等，所具专长适合该事业机构财团法人需要者，与现职或财团法人业务有密切关系者。第四点，投资该公司公民机构现任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理、经理者等等，这些条件之一。OK， 那我们现在看你们现在修改的办法。二十二条，刚才那个徐友明委员提到了，二十二条，会见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遴选标准的第一项，董事长、副董事长需具备下列资格条件，不是之一哦，是三个条件都必须要符合，其中第一个叫做大学大专以上学位，这最基本条件，现在几乎找不到没有这种条件了。工作经验十五年以上。第三款，经国防部或本会推荐，具领导管理学能且符合荣民资格者，这条是新加的哦。你们对照一下原来条文，事实上没有这个东西。前面几条什么，必须要去本会相关资历。然后你的第四点叫做具有事业经营管理学能并经国防部推荐者，简单讲新增的这个条文的修改一个核心，它必须是荣民，是不是？它必须是荣民，这个是在人选基本上我们是站在安置退伍军人，没我现在讲一下核心任务来，你们这次修改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它必须是荣民，对不对？没有吗？你现在具条件之一不是之一哦。鲍委员，这个其实我们在二十二条最后面的最后一款，委员如果注意到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事业，没有啊，那国防部推荐没有专业，我们会对外征才。我知道了。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以农民啊，我待会再看就业为优先。我待会再看评分标准了。好，我们先谈这一点。你的优先一定是农民优先，对不对？是，这是你们的条件哦。真正找不到才有所谓那个所谓附加那个条件嘛。是，可是原来是没有的哦。原来是没有退将，当然是了，我相信啦，因为你前面几条就是所谓的任职主管、本会主任啊、秘书啊等等，对不对？是，所以是荣民嘛。这一点对不起哦，我跟辅导会有不同看法。退将不需要照顾，退将根本不需要照顾。中低阶的军官、真正的荣民、士官、士兵才需要照顾。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退将都一个月月领多少了，根本不需要照顾。这个位置的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经营绩效，照顾更多的中下阶级的中下层的农民，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今天我能够找到从外面找到一个真正有专门绩效的人，他可以创造更多这家公司的绩效，能够聘用更多的中下阶层的中下阶的我们农民的话，我欢迎这样的人。我们今天谈的是会见高阶经理人，没有错啊，董事长啊、副董事长、总经理啊，所以这些人不见得要荣民，甚至我反对是荣民，我宁可找到外面可能在某家公司、民间的瓦斯公司，他可以把它弄得非常好，然后把它挖过来，挖过来之后可以创造这家公司更多利润，然后照顾更多我们的荣民。我因为我理解你的这样一个利润，但是我们从整体国家国防事业跟照顾退伍军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通盘来检讨这个案子。我同意照顾退伍军人，是，但是我比较有保留的是，
照顾高阶的退伍军人。是，真的，我是有这样的坚持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利润是不同的哦。是的，我宁可这家公司创造更多的绩效，照顾更多十个、百个、更多农民，因为我们募兵是要募这些人，而不是照顾一个将军、两个将军退伍之后，然后经营绩效普通或一般。我们逻辑、我们的基础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除非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的立论是这样子。没有错，我可以理解这个委员的这个立论基础。当然，我们站在我们辅导会的核心任务上，我尽量去趋近于我们怎么样去求得这个中庸。好，没有错。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个表，这个表已经限制人数了啦。你看，你的兵分表看起来很好的标准，但是某些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可能是民间企业非常有绩效，可能管理某个台塑的经验，我们拜托来帮我们经营我们的泛亚或什么的。结果你看到没有？第一个，军中有没有主管经历最高20分？他没有了。第二个，他有公职，不论是军方或一般公务员的主管这个相关的考绩，30分没有了，他只剩下10分跟10分可以抢，叫公司的经营经验或者其他特殊的攻击，他最多给你20分。我给你保证，你挖不到台硕的，但我也不见得挖得到了。就算再好的成绩，他挖不到，你找不到一家公司过去有民间经历，挖不到这样的人呢。他可以帮我们家公司创造20亿的利润呢。因为你已经排除他这个表，他没机会了。他看看表，我就算有台硕，我在 7-Eleven 工作过，我在某一家荣工这个工程公司工作过，看这个表说，我最多20分呢。人家军中经验就20分去了，然后有没有公务员经历就30分去了，我不用比了，也不用来了。这个表已经限制人了啦。报告委员，我可不可以从你这张表上，我来表达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定这个评分表？没有，那是建立在你这个基础之上啊。是的。是的，如果这个基础不见的话，这个表就不一样了。我们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去看，我们今天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我们去如何去经营这家转投资事业。当然，它的领导管理这是我们的重点。我坦白讲了，如果是民营投资公司啊，看到你们就是要安置军中人员、董事长、总经理的话，我不太会投资这家公司啊。那是因为你们这是相对比较寡占的公司，我才投资啊。但如果从一个民间公司来讲，你们这个都是董事长跟这个总经理是安置军中的高官，即便他有管理能力，绩效可能比不上一般民间。我可以从这个委员所讲的这个立论基础上，我们去修正这个表嘛。我们不要去，当然这个表我可以修正。我现在强调的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企业管理做好？对，没有错。我不是企业管理叫什么？很简单，专业经理、专业管理。是。如果这家董事长，这家公司是总经理制，啊。诸位，如果这家公司总经理制，我没有意见，你董事长派里面的人，将军几颗星都没关系，但总经理帮我找一个专业经理人。当然，如果这家公司是董事长制，好了，你安置你的将军退休，总经理给他一个位置啊，但董事长请拜托找一个专业经理人。不过没错吧？这一点我比较不同意这个委员的看法。因为我必须从专才上如何去发挥他的专业。对了，你不会讲说我要安置一个退伍军人啦，我知道了。但是我们都希望专业了。但是我讲说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找到真正的专业人士了。好，这一点啊，是，主委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不好？好的，是。因为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从来没有说他们要转投资的公司必须安排他们这个单位曾经干过部长跟次长的，虽然实际上他可能这么派了。但是不会在条文里面这么写、啊、但是国防事业的形态不一样，我知道，所以我同意。正义的军人他能够安心嘛？对，我同意了哈。但是安心是要我宁可多一点安心中下阶层的，是的，阶级的，不是这是的哈。我有一个条例要推了啊，但是主委不见得同意，但是我相信我会争取更多委员来支持。是的，其实过去的条文里面保障了我们辅导会所有的主管卸任之后可以到转投资公司，我是认为应该有旋转门条款。也就是说，曾经担任过辅导会主管的3年内不能到你们的投资公司，这是真正改革的一个决心了、啊。但可能对你们不公平了、啊，主委你可能不好意思答应我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改革的更大的一步，同不同意？以后我们再讨论这一块。最后啊，这张图我每次看都很羡慕，上次没有秀给你看，
这张图你知道吗？上次交通委员会在根据他们所谓转投资公司的时候的报告的时候，请他们所有转投资事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会派的、部建的、部退、部遴选的，通通站在那边。但这不是罚站，我也不会这么罚，要求罚站了。他只要点出来，到立法院来备询跟接受相关的质询。这一点了，希望主委能够承诺。我非常谢谢委员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图片让我参考，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退辅会所有的处长级以上的干部，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比现任的董事长、高阶经理人他可能还要称职，因为第一个他了解我们的生态，第二个他对于整个事业投资的这个形态，他从董监事的立场上他非常明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就这样就完整的去限定旋转门条款，我认为不尽公平。当然我必须要替他们说话。我知道，我同意你的，不是同意啊，我就认为我可以理解你这样的立场跟主张了哈。但是这样的做法，我认为啦，这才是真正改革第一步，让大家大刀阔斧觉得，各位想看嘛，我今天去处长，然后明天当这个董事长，以前是我管理的业务，现在回到我那个被管理的业务单位，不是很奇怪吗？哈，这当然有旋转门跟利益回避的问题嘛，这一点啊，我可能跟你讲这个委员的看法。好，我们以后这个条文再讨论，好吧？谢谢委员，谢谢诸位，谢谢主席。好，谢谢。黄昭顺委员，好，周成秀霞，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江启程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管碧林委员不在，王定宇委员。谢谢主席，麻烦我们李诸位。委员好，主委，我可以请教一下哈，我们现在没有人继承的农民他的土地、他的房舍，我们接下来是怎么处理？他没有子孙继承，没有任何人继承。有关这个农民不动产的这个处理哈，我们有特别有定一个管理规定。不，你们怎么处理？那就是、如果说就是卖掉嘛，捐到农民农眷基金会嘛。他先申请法院的认定，然后。经过建价公司公正的建价公司，他去建价完了以后啊，再开始开标。那么这个程序啊，是你们每一笔都有经过建价，建价公司怎么遴选的？用招标的方式。我不晓得这个问题要怎么跟你提起哈，因为我事实上知道很多老伯伯他离开世间以后，孑然一身。是。那以往有人讲说这叫收尸队，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因为总是有人去处理这些事情。他留下来的土地、财产，早期还有留黄金金条，因为逃难的习惯会留金条下来。希望他都是一个透明的处理，因为这些财产要么就是这位荣民的，要不然就应该是国家的，不应该变成任何个人私人的部分。所以该照刚才主委你讲的，我这个土地财产拿下来了，我经过建价，是建价完了之后，当然就是拍卖。那你拍卖怎么公告？我们请这个处长，处长请说，你们拍卖怎么公告？委员好，我是服务照顾处处长。是哦，那么我们拍卖的程序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各个报章上登载；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农民服务处的网站上也有公布；第三个，我们在农民服务处的门首里面也有公开招标，张贴。我不晓得你们报纸上刊登的是这么大张，好、哦、还是怎么多少张，或者是在青年日报或其他报纸。细节我今天不愿意把你讲到这个部分，我跟你讲现象。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退伍会主委，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关注什么现象呢？当我们把这些过世的农民他的土地房舍拿来，经过你们所谓你们的程序去拍卖，拍卖完的钱捐到农民农眷基金会，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可是目前产生一个现象，我给主委看一个表格哈。用尝试就好，这个不用专业哈。这个字有点小，我念给你听了。像最下面画红字的是最近上新闻的，这个是台中市新市区富盛段1063地号，它的坪数是194坪，经过你们刚才讲的程序，它卖了8656块新台币一坪，160万上下吧。
那当地的不动产中介业者估价那边大概行情大概有3万、4万、5万，5万的话就将近900多万，那我们打个八折700多万。那你说这个是特案，或者它有特殊的情形，或者地上物情什么状况？我随便再抽一个比较小的，比方说像112项，这是你们给我的资料哈。新北市淡水，淡水北部人就比较熟悉了。淡水呢有一笔土地22坪，一坪卖25000块。你觉得这合不合市场行情？然后买的人，因为你这个资讯哈公告的地方，我坦白说不容易被发现，大概只有特定的人会去知道这个东西在拍卖，它并不是像一般市场的交易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怀疑特定的人卖给了特定的人，我如果1000块的东西卖给我认识的卖100块，捐给农民农券基金会，他就得100，中间900那就叫获利。可是当我们资讯不透明的时候，这个怀疑就会产生。当我们售价明显跟行情离得有点距离的时候，这个怀疑会产生。这个怀疑也许对农福处这边的处长不公平，但这个怀疑必然产生，因为去哪里找淡水的土地25000块一坪？我还看到我们台南永康一坪5万块钱的，台南现在找到5万块的土地在永康的话很难呐、啊，很难很难呐、啊。主委，你觉得你对这个什么看法？这张表是我们提供给委员的，我也看过。这个表也有故事啊！你们表提供过程，我待会还要问你。有这种提供法的，挤牙膏的，少了，我说怎么少那一笔，马上就补一笔。说我啊，委员，你是要的是土地，所以我房子的没给你。后来给我的也是土地的，我敢保证，这个资料还不完整。应该不完整。我跟委员报告，当然他有他的历史背景，但是这张表我看了，我也有相同的看法。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状况，当然从一般市价的观点上确实有问题，但是呢他这个是几年前，那可能市价的波动不一样，但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必须要去把所有你去公开建价跟法院申请的这个程序呢，我们要重新去检讨它，也就是委员所说的，你可能在某种不透明、不公开的管道之下，它可能会产生弊端。不，这一点我们会去检讨。我为什么？我特别是用提醒方式给你，因为你是新任的主委。是，我期待你去了解这个东西。比方说，我练一下我们招委比较熟悉的高雄啊，高雄凤山的土地哈，一坪卖你们卖7797块，凤山呢、欸，7797块、欸，合理吗？我都不去研究你那个建价。谁来建价的？怎么公告的？谁来买的？我还没往那边 去弄哦。我现在只告诉你，我看到你们呈现的价位。我跟你讲了，凤山如果哈7000多块的话哈，10年内都没这个行情了。可能我们招委18岁的时候，可能还有这个行情，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哈，光看表面，处长。就很难说服人。当我跟你讲，一身戎马的农民的杯杯，他因为没有子嗣，没有继承人，决然一生过世了。他的财产捐给农民农券基金会，我觉得这个头跟尾是对的。可这个财产被你们拿走了以后，经过你们的所谓的程序，找了建价公司，还要法院，然后呢贴在你们的门柱上，贴。公告在我们不知道的媒体上，贴在你们自己的网站，我还没有问你们浏览数几个人呢，然后他就卖掉了，卖掉出来的结果是这个金额，我们在场在这房间里面每一个人啊，你们觉得金额能够说服大家说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易吗？诸位，这个要怎么改？这个我特别跟委员报告，所以说这是我们从彻底的这个解决方案上来看了，我必须全案的去检讨。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公开，怎么样透明？建价就是一个鬼啊，谁来建价？第二个销售是第二只鬼啊，谁能够买到？我们各县市政府在征收土地都有叫做地价审议委员会，然后呢，现在都用县值征收。他有一个遴选的过程去审定这个价钱，那你们是找了一个民间的公司来帮你们做价格，而他的价格光看这间表就觉得这个家建交公司真的是
你叫佛心来着还是怎么样？他怎么每个都变这么便宜？很少找民国初年来的人在建这个价钱，这有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农民的财产被 A 掉了，应该捐到农民农捐基金会的钱被 A 掉了。这个问题里面有没有人谋不臧？诸位，你要启动一些相关的调查。买方是谁？买方过去几年内有没有跟我们业务往来或者就在我们这边工作的经验？我提示你这些点，因为我下次还要再问。那我现在那个处长要讲哈，我再多讲几个啦。比方说，讲大家比较熟的哈，比方说台中市大雅区土地一坪，你们卖了29000块土地耶，而且这都建地嘛，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动产。处长，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跑出来的？哦，谢谢委员哦。我想委员哦，这个表哦是我们尚未出售的哦。那么我们这个价格啊，是他当时死亡的时间。对对，这个还没卖掉。619笔是没有卖的。那么你看呢？192笔哦，是我们处理过的。你这个是卖的还是还没卖的？我们分两类哦。我刚才念的都卖掉的吧？是。就是192笔是卖掉的，我概念的那些是卖的这一所以他卖的时空哦也有不一样，而且死亡的时间你只给我126笔，哎，那你后面那几笔怎么也给我？来，你说哦，就说他说还说他这个是卖掉的，你只有个126，你现在给我讲192，差的在哪里？那个就是什么？我们那个哈，我们619笔是没有处理的，不是吗？我本来后面一个题目我就顺便问了。当我在调这些资料的时候，你有一次给我完整吗？没有。就是我们跟委员的助理有联络。等我发现某一笔说，哎，台中新社这个最近上了报纸，怎么没有？哎呀，委员不好意思，马上补。而且这个补还用个比较粗体的字补给我。你现在在那边跟我讲说已出售的192，我这里就126呢。就是那个，因为委员，我们有跟你们助理联络。我知道你有的，助理当时说是有房子，有的是不动产。哎、我现在问你，以土地为准，所以我们建物特别问他。那192笔是什么？那么昨天又问你那192笔是什么？哎，就含建物的，含建物的土地，含建物的是192笔，增加了建物。我这126笔是只有土地的，土地的是的。当初委员的助理跟我是光土地部分。处长，我现在不想浪费大家时间骂你。你这后来补给我这一笔，就跟我说这一笔哈是因为有建物所以没有列，所以给我的。你放在我这边呢？对，就是、后来你现在跟我讲没给我的是有房子的，那这个我这里也有一个有房子的，你怎么分类的？就是后来增加的那个增加建物、哦，你讲让我听懂，我们土地我就不走，坐在这边等你讲完。单纯的就是说土地的话，我们就刚刚是委员助理第一次跟我们讲的，后来是认为说土地跟土地上面的建筑物是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增加建筑物的。你们卖掉的分成土地，土地有房子的，跟土地没有土地有房子的，不是当初因为。助理跟我们讲说是对嘛？那你刚跟我说，你另外还有一个192笔哈，是有土地有房子的。可我这边126笔，我也找到有土地有房子的、只有单纯土地的部分没有啦。我这边我光随便讲一笔都有房子的，那后来是增加的啦。那诸位你听得懂吗？我跟委员报告啊，其实这类的案子，我们一定要从制度面全面来、光这个表格都乱成这个样子。然后显示末端的售价是这种不合理的价格，然后主委告诉我们都有一定的制度方法，制度方法烂掉了啦，真的制度方法烂掉了。这里还一叠说还没有卖的，事实上也不止。所以我请主委哈，这些都是一些过世的人留下的财产哎，是你们以前的袍泽哎，老士官长哎。是人家留下来的遗产呢，怎么处理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价格的不合理，除了要制度把它矫正回来以外，有没有人谋不臧？诸位查不查？查。然后这里面资料分类的混乱，行政作业把我们要资料的混乱，要不要办？要办。我等着看答案，因为这里面的金额低于市价都是5倍以上。我相信一个新的主委没有包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我等着看你处理的结果。谢谢赵伟，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那个赖世宝委员，
谢谢主席哈，这个给我最后的机会哦。主席，各位先进好，请主委好不好？委员好。好，主委你好。今天因为要修法嘛，是不是？是。修一些办法，修法哈。那既然有些你认为不合理的去改，我觉得这个都值得肯定了哈。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想退伍会的这些事业，它变成是双重任务了，跟一般的事业有不太有一点不太一样。它一方面以事业嘛，要赚钱，要获利，要懂得经营管理。你们这里也提到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希望以照顾我们的农民，他退下来优先照顾他们。是。啊，这里面，但是这里面大家外面比较诟病比较多的地方在于说，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既然事业单位嘛，就是应该能够有企业经营的能力等等的，为什么都是将官，高阶主管都是将官？你既然要修了，能不能把那个将官就不要了？就是说，这个只要是能够经营的，我们就放进来啊，要挑开来选了。为什么你的办法里面还是这里面那种感觉就是？还是那种弥漫的一个叫官大学问大的那种思维在里面，这里一直打转了。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或者哪位长官可以回应？委员刚才说的这一段哈，其实我们非常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我们来看整个我们所有的转投资企业高阶经理人，我如何来侦判。那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一个重点，我们必须用企业管理角度，我们来看我们如何去征才。那这个征才呢？当然是由国防部，过去是由国防部来推荐，国防部推荐你，凡是吻合企业管理，当然跟领导才能它是相关的。所以呢，过去把企业管理跟领导才能，它是几乎是站在一个同等这个一条线上来看这个标准。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修正要点，我们去做改呢，最主要是放大侦派的这个人选。其实现在国防部的校官，他在管理的职能上也不输过去的那一段，所以呢，我们把人才开放，将来我们可以考虑把退将全部拿掉。对，我觉得应该，因为要不是这个委员会委员了啊，我是提出来，你们在审的时候，其实这个把它放进来。你真的，既然你要强调回归事业的本质、经营的本质，这时候他过去多伟大，这个其实暂时就把它放旁边了，对不对？他不管过去当总司令也好了，当什么长都好了啊，但是以现在来讲呢，回归到事业经营，毕竟你们一个责任是希望我这里获利赚了更多的钱来照顾农民嘛，对不对？所以照顾农民也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嘛，是，对不对？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因为我常常有接到这样的一个选服案了啊，这个就是原来他这个救养金有了，哎，突然之间就没有了。这里面当然你们弄了很多criteria，就是变成说让人感觉，当然过去有一些意识形态了，现在是民进党绿营的全部执政嘛，哈，他理当也要照顾你们啦，是不是？那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这时候救养金你要不要全面再去把它重新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些剔除的太严苛了？会不会因为就你那么一万多块嘛？但是你们几乎每年都有剔除的、哦。你知道每年剔除多少吗？是啊，是，对不对？请问你啊，现在领救养金的人数全部多少？我们请这个好救养处长来跟你。好，委员好，我是救养养护处处长。我们现在领救养金的农民大概是45000多人，占我们农民大概10%左右的人数。4万多嘛，哈，是4万多，那每年剔除多少？每年我们是分期执行，像去年的话，我们剔除了。300多人，什么原因？有死亡的，然后最主要死亡是对，哎，对，退伍出来的原因最主要是他的财产增加了，超过我们国民所谓的平均数值。他怎么会财产增加呢？他也没有收入就退，这怎么会？就是他财产增加是什么？报告委员，因为那房子增值了嘛。不是，除了房子之外，我们有全家户口所得。我们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辅导会来说增加或不增加，我们是用财政单位他给我们的资料。他的子女财产增加了，他家户所得已经超过我们不管是台北市或台湾地区的平均
就所谓的低收跟中低收入户的财产，我们其实是比较宽裕的。我特别让主委知道一下，因为这个其实有些是这样子的，你们定的就是子女嘛，当然这个都这样定的，可是会有一个现实上的问题，有的子女是不理他的，有的子女在美国啊，对不对？长期在美国根本不要养他，而且很多奇奇怪怪的原因理由，子女的所得增加，他根本吃不到，然后他就是就断了炊，会有这个东西。是，包委员，我跟您报告，我们辅导会的相关规定里面，您刚才讲到的状况，子女未住在一起、未尽赡养职责的，只要经过证明，我们是排除的。这个东西很多的农民也恢复他的就养金。是，我希望你们讲到做到了。现在一直这样做的。讲到要做到了哈，那是我们所了解的不是这样子了哈。包委员，另外有一个东西啊，就是两位看是不是可以回答，就是对于高龄的或者超高龄的，你们要还在审查吗？比如90岁了，这些农民他可能再活没几年呢、啊，这时候你需要跟他这么计较吗？我觉得就是即便给他占一点便宜，有占多少呢？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包围现在目前我们对于23年次以上的农民，还有经过823占农民，我们是不审查财产收入的。现在是这样做的。我觉得你因为你看你们的报表，觉得说哦你。这里面好像你们赚的不错啊，这个东西经营的不错啊，既然经营不错的话，照顾那一方面呢、啊，可以稍微再放宽一点，因为这些都是一辈子就是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啊，其实这一部分不必那么的计较，那个线呢、啊、可以放的宽一点，现在时机我认为是不错的时机了，现在是不错的时机的，过去蓝军执政时机可能不是太好，像绿军执政，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的，好不好？我来这里主要咨询就是传达这样的讯息、啊、让你们参考了、啊、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谢谢。好，我们的本次议程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以外，均已经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由委员吕玉玲、陈廷飞、徐志荣、林长佐、江启臣、吕孙玲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提供。好，散会。